大家好，大家好，陶先生好。啊，你好，你好。哎呀，听陶先生的节目啊，我有一点拍陶先生的马屁，观众又会骂你怎么会那么拍陶先生马屁啊？因为没有，没有。我们做这些节目啊，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沟通啊，只是说，哎，陶先生，我们下个星期或者是我们明天谈一谈云南嘛。陶先生那就谈。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必须要这个讲清楚一点。啊，是陶先生呐，就是信口，不能说信口这个词用的不对啊，就是陶先生比较随性的一个谈话。你们不要说啊，我们哪个地方记错了就是硬伤，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记错了。我所看到的、所重视的是陶先生的思路、没有思考的方式，展现出了他的这个对文化的了解啊，这没有个知识的掌握。所以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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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有一个这个维基百科在手上，就是一个肉脑子记，有时候常常会记错啊，这个记错挂一漏万啊，这个人脑毕竟不是电脑啊，而且这年纪毕竟不小了啊，有时候一条脑这个血管给塞了，神经给塞了，那个接不上来啊，常有的事啊。不过你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今天想讲讲云南。我首先啊，我觉得想请教一下，我相信您也去过，我去过缅甸啊、泰国北部啊、老挝啊、柬埔寨。那么在这些地方，我吃他们的饭啊，甚至看他们的服饰啊，那么这个尤其是看他们的歌舞表演，跟我们在平常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云南的那些啊所谓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生活方式啊，甚至他们的肤色呀、和形状啊。形式都好像很接近，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云南啊、嗯、云南那个不就是彝族吗？对啊，最著名是不是那个电影叫阿斯玛，是不是啊？对对对、啊、阿斯玛啊，对，这个六十年代的那个阿斯玛是不是啊？对，那个女主角叫杨丽坤呢，是不是？对，后来不是说文革死得很惨了，是吧？啊，那个阿斯玛这个电影啊，还是黄永玉啊先生做的，好像是做个美术指导还是什么，我忘了。这个电影1964-65年的香港上映的时候，因为阿斯玛这个名字没有票房价值，改了一个名字叫梁山明珠，梁山啊，就是啊，我们就第一次看到云南里头是少数民族啊，啊那个歌舞啊，后来我们对云南呢、啊、就了解的多一点。啊，像姓龙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彝族，都是来自云南啊。这个姓龙啊，啊，当然我们也要谈到这个云南王，这个龙云呢、啊，啊，对。那么还有这个云南由于多山啊，它跟这个广西惠州啊，这么是一块点啊，因为这个山岭啊隔绝，所以它容易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啊。这个云南我就去过一次，就经这个昆明去这个大理啊，这个很多年以前了，真是个大理，现在旧房子都拆了，就变成一个片场一样，是个仿古的，变成有个中当中有一条商业街啊。后来也出去了这个大理外面的那个叫点苍山啊，发现那个时候云南那个空气还是相对还是不错，因为工厂并不多啊，而且那个自然呢、啊这个景观呢、啊、保养的还相当的不错啊。但是这个昆明啊早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昆明啊，我看到后来这个老昆明的一些老照片，看到里头面那个建筑啊，传统这个民居啊，啊那个汉族跟彝族啊好像有一点的啊相混啊，到现在也是拆成了一片高楼大厦，没什么意思，跟深圳啊
啊，东莞啊，什么西安武啊，这些都是上海啊差不多啊。所以现在对于大陆这个大城市，我觉得没什么看头啊，都变成了这个同质化，形象上都是一样的啊，已经失去了这个特色啊。所以呢，这些地方啊，大理啊，啊，搞成这个旅游景点就完蛋啊。所以中国这个国家有时候不是说要叫它永久啊贫穷，而是太富有是不行的啊，一太富有追求这个 GDP 啊，什么那种什么大叔大妈啊都是疯狂消费啊，没有那个素质，把很好的地方都给搞砸了啊，一股那种铜臭味道，没意思啊。今天的云南当然据说有好多好地方，像是个石林，是不是石林呢啊，这个喀斯特地理啊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天然的展览馆啊，到现在当然啊，现在这个肺炎病毒啊现在两地隔绝，也不知道能去大陆，也不知道能何时何日，很多香港人啊，所以这也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吧啊。云南的色彩比较艳丽，因为这个少数民族啊，白族啊，彝族啊，还有一点点的啊，是不是苗族也有一点，不知道啊，土家族啦，什么这个那个啊，都在云南的那个杂居。我认为凡是跟汉族保持一点距离的啊，那些民风都比较淳朴的啊，那些人都啊，说到这个，一个是龙云，一个卢汉，为什么两个人呢、啊、都去大陆起义呢？可能跟他们作为一个彝族少数民族啊这个思想比较单纯啊，这个性格比较朴实有点关系，是不是啊？对，是我想请教您刚才讲的，就是您觉得他这些文化呀、啊、跟哎等一下我听不到，请教您的就是说我到这个泰国的北部啊，泰国的北部我就发现有什么人啊，知青啊，甚至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点，然后看看当地的一些民众生活方式啊，跟这个云南也是很接近，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云南跟这一片其实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文化有互相的影响。当然是啦、啊、这个云南跟汉族向来不是个汉人的地方，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啊，其实云南呢、啊、跟那个泰国啊，他们这跨边界还有个泰族嘛，是不是、啊、语言都相通的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边境可以自由往来做生意啊，摆个地摊啊，啊，来来往往啊，这个没问题的啊。嗯，所以呢，这个云南啊，贵州啊，我认为其实整个大陆是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啊，千万你就不要说，哎呀，要什么什么对云南、贵州这些什么要进行大发展了啊，我们发展起来，搞起来啊，这个什么什么，高速铁路把它给建起来，工厂把它给搞起来 ，GDP 把它搞上去，你一听知道，完蛋，过十年就完蛋，过十年就完蛋，所以呢，云南这个地方我当然我。我没去过很多地方，在泰国北部清迈啊那些去过啊、嗯、你看这个地理啊，民风啊，甚至语言可能这个跟云南南部啊有一点的相近，是不是啊？对啊，最南的地方是不是就那个地方叫腾冲啊，是不是啊、嗯、也是在这个云南啊，这跟那个是不是跟那个泰国的这个交界啊，我记不清楚啊，是个极南的那个地方，是吧？反正那些地方你去要小心一点、嗯、因为什么呢，那些地方中共要派人进来抓你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有些跑到真中国跑到缅甸跑到泰国跑到这个柬埔寨跑到越南北部都以为安全了，错了，那些地方即使它的边境呢，在某等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是形成虚实啊，混在里面很容易的。每年的这个什么什么世界反吸毒啊，什么什么反吸毒日，就在那些边境小镇枪毙几个毒贩嘛，对不对？对啊，就在云南边境啊，种大烟啊，这个走私毒品很多，所以这种地方没事最好不要去
啊，说不定那个包包里头被人家塞包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啊，所以现在，这种地方最好啊啊，在这个世界还这么乱的时候啊，能不去还是免了啊。这个云南这个地方还是让他在这个回忆、啊、或者这个想象啊，这个当中啊比较漂亮啊，比较有一点的境界，是不是？云南曾经在历史上我们记忆里面，一个是大地震，云南的大地震是比较严重的、哦；第二个是这个回民之乱啊，死掉的人也不少。哦啊、但是在近代的时候、哦、我们有一个浪漫的故事，就是蔡锷与这个小凤仙。对对对，就在云南起兵嘛，是不是、啊、对对。哎，这种民国人物嘛，我们早就说探讨过嘛，民国北洋，但是最近好像比较奇怪。大陆呢这个电影当局啊有20条新的规条，说不许美化北洋，不许美化民国。啊，那么什么叫美化呢？我们把那个民国北洋的事实把它说出来，算不算美化呢？啊，比如我们就是说过这个北洋时代，北洋军阀盖了很多大学，张宗昌在山东建那个山东大学，这个张作霖啊，在这个沈阳建那个东北大学，啊，连这个龙云呢、啊，在这个昆明呢、啊，他没有建大学，但是建中学。那个中学叫南清学校，南是南北的南，清是清音的清，就是草字旁下面青年的青，啊，这个龙云呢，啊，也在那个昆明建那个中学，啊，这个阎锡山也在山西办了10家8家那种师范学院，啊，所以北洋军阀并不是说后来的一些中国现代历史书他们才丑化。啊，他们没有把事实说出来，一说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故意把军阀对教育事业的服役建设略去不提，然后把这个军阀或北洋或者是民国妖魔化，所以呢，不还历史原来的面目，啊，就是服事实本来的真相。这个不存在美化不美化的问题啊，再加上民国他自己本来就有一套美学，这种长衫啦、啊，啊，上海这种旧月历牌上啊，啊，那些女性啊，啊，这个旧上海的电影啊，就电影明星上官云珠啊，李丽华啦，啊，还有这个歌星啊，巩秋霞啦，啊，这个周璇呢、啊，啊，她本身很美啊。对不对？他民国的美是存在过的，就等于我们今天看德国威马共和国啊，那个短短的也是10几年，他那个歌厅啊，他的出这个女明星叫啊马林德利兹啊啊，他的整个威马共和国那个时候这个建筑啊，巴豪斯建筑啊，他那个文学啊，就自成一个艺术的这个美学的体系。啊，何来美化不美化？哈哈，这个是荒唐的。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去探讨的是民国的那个是人心的问题，人心的美好，人性的美好，人心跟人性啊，这种美、善、真啊，到今天还剩下多少啊？我们大家心中有数，是吧？对不对？所以。像这个云南王叫龙云，大家没想到过他一度是政协常委，政协常委啊，哇，我们香港人今天一听到政协常委啊，这个职衔呢，就想到香港这帮啊国安法啊各个举手支持的这些，哎，没想到过这个连梁漱溟啊，这个龙云啊这些。啊，一文一武都当过政协的高级的职位，政协常委是吧、嗯？那个毛泽东进北京以后，就把这种政协这种当奖赏啊啊，哎，龙云将军对国家晚年也是做过好事啊，哎，给他当个政协常委啊啊，也让他发发牢骚啊，提提意见呢，养起来。那个时候就觉得当个政协常委啊，
你看龙云还做过，你跟今天香港我们看见这些什么港区政协啊相比，哎呦，不堪入目啊！啊，对不起，这是我们香港人的观感啊，大大的萎缩，萎缩了啊！这叫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哈哈。嗯，这个当然跟香港人现在要求高也有关系。不过我们讲，我们讲到这个，因为香港人是按照民主的标准，对吧？龙源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元素了啊，只是说，哎，你就乖乖的啊，享受一下你的这个，我们给国家给你的待遇就拉倒了，然后你就开个会，对吧？啊，对对对，啊，但是。我想请教您一下，您怎么去评价这个小凤仙和蔡锷这个事情？怎么就看待蔡锷好像他死的时候很早啊，35岁啊，在一个湖南岳麓山呐、啊，最顶峰啊，是黄兴之墓啊，对，黄兴之墓下来就是蔡锷墓，蔡锷是中华民国第一个得到国葬的这么一个待遇的一个人，嗯。但是我们记得记住，就是一个是孵化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小凤仙，因为他跟这个妓女的关系啊，大家觉得比较好玩啊，拍了一个电影叫《知音》。对哦，那个不只是一部了，很多部了，在香港也拍过一个小凤仙呐、啊，啊，也是讲这个蔡松波啊，啊，跟那个小凤仙的那个浪漫那个事迹啊，啊。对，当然那个时候倒是把蔡锷啊是有一点的美化了啊。当然他这个人呢、啊，对不起，哎呀，老是掉下来。您不要戴耳机，不戴耳机效果也挺好。不戴听不到。哦，这个是蓝牙。哎，对对对。哦、OK。哎，当然呢，这个蔡锷呢，就是在那个民国初年呢，那个时候是保护这个县志、嗯、啊。就反对这个袁世凯啊，那个时候思想啊非常进步，是个进步的人物，而且因为年轻，长得很帅，啊，符合的今天我们电视剧啊这些小鲜肉啊这个形象的市场的需求，啊，而且呢这个人呢，在这个清末明初这个时候都展示那个时候非常这个浓厚的。这个儒家的精神，而且也有这个革新的这个思想啊，而且呢他这个人呢还相当的这个浪漫啊，能够啊接受小凤仙那些意见啊，小凤仙这个时候啊也显示了中国的最早的这个女性主义这么一点思想的这个萌芽啊，所以呢这个蔡锷跟小凤仙呢，我觉得是符合了这个现在市场大众对于啊真善美啊，对于这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呢的一种传统的浪漫的想象的需求啊，因为是100年前的人物为什么到今天还津津乐道，因为后来没有了这种角色辛亥革命啊，什么二次革命啊，它这个背景呢、啊、风起云涌啊，很复杂啊，所以呢这个群雄并起啊，就好像我们看三国演义，这个吕布董卓貂蝉，当然这个蔡锷比吕布还要高很多，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民国在北洋时期跟三国啊有一点的相像，群雄并起就是因为四分五裂的关系，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不统一才好玩，分裂才好玩，才多英雄的人物，魏蜀吴春秋战国跟北洋啊那个民国初年啊都是一样的啊。嗯，那这个我们讲到原来啊，这个中国的文人，中国知识分子和懂得历史的、嗯、最尊敬的一个事情就是西南联大，有甚至这样说、嗯，说中国最牛的学校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最牛的学校是西南联大、啊、这个评价您觉得有道理吗？绝对有道理，因为我每一次看到西南联大的故事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啊。这个发生在中国的国运最艰难的时刻之一，就是日本侵略，在那个时候北京跟天津，北大清华跟南开，南开是个私立大学，张伯苓自己创办的，
那个时候才有只有十多年的历史啊。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来了，三家大学的校长他们一碰头觉得不行了、这个加起来有几千这种中国的这个读书种子跟那个知识分子，这个必须要撤所以那个时候就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跟南开大学张伯苓三个人就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马上就把这个知识分子就撤走。首先第一站呢并不是昆明看见日本人打过来先到长沙在长沙呢成立一个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已经有联合大学的这个轮廓。但是后来这个日军南下，后来发生什么长沙大战、常德大战，在长沙待了才一个多月不行了，徒步走了1600多公里，从长沙隔山涉水就走到云南。那个时候是兵分两路一路呢是离开长沙坐这个火车南下广州，然后经香港，从香港坐船到越南，越南的印支半岛就从这个越南跟那个云南呢广西的边境进云南所以这个漂泊西南天地间，那个时候是一支。另外一支呢就徒步走路就是从那个长沙到昆明。里头呢徒步走路的里面有一个著名当代的英国文学批评家，他这个汉名叫燕不生，燕就是燕子的燕，不就是一直一点的那个不，孙就是草字头一个孙子的孙，他英文叫 William Epson。 William Epson 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剑桥大学，如果没记错是个文学教授，他在30年代写了一本文学批评名著叫《暧昧的七个种类》（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暧昧，他研究文学里头用的这个语法跟词汇，为什么会有这个两种到三种的意思然后呢，从文学的词汇里头的不同的意思，然后呢？比方叫一语双关或者是暧昧的词汇然后他探讨文学的价值。当然有人说这本书有一点分量的小见，但是读英国文学是必看的。燕不顺我们在英国读英国文学的时候也看过。没想到这个燕不顺呢后来接到北大的聘书，就离开这个英国到中国来教了。教了一年多，这日本人打来，于是他就跟着北大的师生提这个行李跟一个打字机就离开北京到长沙，再从长沙走路到了昆明一起同行的走路的呢还有后来的诗人闻一多后来兵分两路呢一起就在这个昆明会师，1938年的这个年初就在昆明那里的就开课了那个时候这个联合大学就西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就是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吃了大苦头的冯友兰冯友兰呢亲自给他填了一首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曾离别然后呢这个是写的跟那个岳飞那个《满江红》是有这个有一点的相似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是他这个学术生涯最得意的时候，但是他后来不幸留在大陆后来成了四大不要脸。文革的时候，冯友兰跟另外一个人杨荣国跟着江青、毛泽东批林批孔把这个孔子把他翻案骂了一大通但是后来毛泽东死了，四人帮抓了这个冯友兰第二次解放之后又痛哭流涕又做检讨，当然这个也很难怪他老人家在那种暴政的这个处境他能够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冯友兰后来
留在大陆成了他一生事业的最大的污点。啊，我们必须要看到一样，就是三个大学的校长啊，都是民国那个时候的学术知识精英，他们并没有所谓的文人相亲。啊，梅贻琦是读物理的，啊，这个蒋梦麟后来，蒋梦麟跟梅贻琦啊就跑到台湾了，1949年，留下来的就是南开大学张伯苓，因为周恩来读过南开。以这个学生的身份，鼓起三寸不烂之舌，叫张伯苓给留下来，是不是？对。然后呢，哎呀，一留下来之后就发现就惨了，这个味道有点的不对了，惨了、嗯、啊！来了个党委书记了，要开始要进行思想改造了。那个时候就因为那些什么党干部啊，沏壶茶，戴个解放帽，穿一件很皱的这种大衣啊。端这个茶就进来，在这个桌上一搁啊，就指指点点了啊。这你张伯苓呢啊，你不要太得意，你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没改造好的啊，老学究，你得要把你这个反动思想啊给清理清理啊。就是说，他快步啊赶上这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啊，当然这个。张伯苓也是战战兢兢，哈哈，后来还是那个时候毛泽东置之不理啊，然后周恩来啊多方给他写信到这个南开啊，不要太难为这个张伯苓啊，到底是我们校长。所以结果张伯苓1951年呢啊，所谓解放以后很快就死了，但是留下这个子女在文革都吃足苦头啊。嗯啊，相反，这个梅贻琦跟蒋梦麟啊，就跟着蒋先生的飞机。梅贻琦应该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蒋梦麟是不是好像也是坐那个飞机啊？到最后离开北平到台北，他们的就比较能够保全晚节，是吧？这三位非常不凡的人物，组织这么伟大的学者的远征大军。这里头有钱钟书，有后来当了教数学教授的陈省身，后来他去美国。又在龙云的保护下，在那里办了实在的8年的自由独立的大学。为什么这8年呢是非常特别呢？因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手没有伸进来。这个中共的左倾学生会啊，也没有来得及在西南联大发展地下组织，地下组织都在上海跟北京的那刀很凶，西南联大没有。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思想左倾的，像闻一多啊，最后就死在昆明。李公朴、闻一多思想左倾的，西南联大的共产党地下势力在学生当中并不发达。所以他这个8年在抗战的炮火，在龙云的保护下，真正呢就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变成了一段彩虹啊，就是蒋介石没有插手，共产党地下的组织也没有来得及在西南联大怎么样发展。所以他真正那8年做到最独立、最自由、最开放的。这个呢，在美国有2个教授都去研究这个西南大学，他们觉得都很感动，觉得都是很可惜啊。在那个炮火连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昆明有龙云啊，那个时候有陈纳德的飞虎队，昆明有一个美国的空军机场啊，有美国的空军呢在那常常练习起飞，那个滇缅公路就被丘吉尔给封了啊，那个时候全靠这个飞虎队啊，这个空运物资就在昆明作为一个基地。所以那个昆明那个时候又有西南联大，又有陈纳特的这个啊美国的空军基地，又有龙云办的南清学校。南清学校呢是个中学啊，这个龙云在30年代初就已经开办啊，然后呢南清大学有很多中学生在那里毕业，那个中学办得不错。
啊，他很有一个校园，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何氏里将军的公子，叫何鸿毅，啊，今年80多岁，住在加拿大温哥华，他就在南清学校上过中学，他跟我说，在南清读了2年的这个中学是他一生呢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他看见他跟龙云的儿子龙神勋是同一个宿舍，他见过龙云，龙云是南清学校的这个应该是校监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常常来视察的。这个龙云的车一到这个学校，两个副官跳下车，立正，然后这个门打开，这个何鸿毅先生说，看到这个龙云的这个专车，这个门一打开啊，这个门呢朝里的那一边呢，挂了几把枪。因为他是军阀，知道吧？他手里有枪，而且给他儿子一把手枪。龙神勋呢，那个时候14岁，跟何氏里的儿子同一个宿舍，住在这个楼上，这个床啊，上下铺。啊，那天何鸿毅住在这个上铺，刚起来要上学，看见这个龙神勋在下面玩一个手枪，在那一插一插的时候，啪一下，手枪走火。这个走火啊，一枪就打到自己的大腿，哈哈，把他吓死，血流如注。那个时候，学校的校长啊是个女的，叫张邦珍。张邦珍呢，应该是没记错，她是留学法国读教育，法国还是美国啊，很凶。看见这糟糕了，龙云的公子玩枪啊，枪伤了。如果被龙云知道了，怎么了得？马上打电话，龙云。亲自来看儿子，看见这儿子自己啊顽皮弄枪打了他一下啊，没有怪罪老师，也没有怪罪校长，不会说今天就骂这个校长老师，我你怎么不把我儿子看好啊，怎么这个没有啊。所以这一幕是何鸿毅先生目击，看见他两父子啊，所以呢这个龙云就叫把他儿子训一通啊，你看你玩枪走火，送到医院，把这个枪啊，把这个伤口包扎好，好像有点皮外伤，明天照样上课。嗯啊，但是龙云后来这个就是龙云呐、啊，那个时候的风范啊。对，但是龙云后来的家人呐、啊、子女啊，好像都被杀了。糟了，我又听不到。哇，龙云先生他的家人呐、啊、子女啊，好像一家有十几口被中共给杀掉了，解放军。不，他有一个。三儿子叫龙神真、嗯、龙神真应该是他原配生的、嗯、这个很奇怪，龙云、啊、本来是跟蒋介石是不对的，因为他也就跟那个什么李白啊，这个广西被视为地方势力，而且他接了一个专机，我们讲过这个汪精卫啊，对，他派这个专机到重庆把汪精卫接到昆明，在昆明呢住了一阵子，又让汪精卫飞到越南啊，一直这个保护汪精卫啊，脱离这个重庆，所以老蒋对他一直有看法啊。老蒋对这个龙云不信任啊，而且呢，这个龙云曾经在抗战的时候，虽然他让陈纳德在那里建过一个空军基地，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他派他那个军队去抢啊美国的军用物资，结果让陈纳德很火。报告这个老蒋，老蒋就认为龙云这个人呢、啊，这个骨子里还是有一股土匪气，所以不能重用。所以呢，这个龙云后来带着一家大小离开昆明，1949年的时候来了香港，在香港待了差不多1年多2年，但是又熬不住。又带着这个儿，又带着、这个、你不要戴耳机了。那就带着他这个儿子叫龙神真，到了香港。对，后来呢，这个龙神真呢自己又溜回云南。对啊，由于他爸爸跟他几个儿子都喜欢玩枪，他在云南昆明呢自己组织了一支军队，啊，跟解放云南的共产党部队火拼。据说就在枪战中被打死了，啊，这个龙神勋是被解放军给干掉的，
啊，所以龙神龙云知道这个事情很伤心，但是后来他也啊，因为跟卢汉一样，他的部下宣布起义了嘛，龙云呢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就当那个政协常委了啊，就把这个事情跟毛向毛泽东跟周恩来报告说，你们解放军去杀了我的儿子。结果老毛就说，哎呀，这种打仗这个死人的事常发生的嘛，我们调查调查，后来也不了了之。嗯啊，后来呢，他因为他前后有四个老婆，都生了不同的儿子，有七个儿子。在香港最闻名的叫龙神勋，就是啊勋章的勋。龙神勋呢，因为龙云你知道跑到香港也很多钱了 啊那个时候跑到香港谁没钱呢 啊买的这个很多房产了。龙神勋后来就到了美国加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跟他父亲分别了。父亲回到这个大陆以后啊，就住在北京，但龙神勋跟他妈妈第四个太太啊那个时候没有回大陆啊，然后就跑拿这个钱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结识了一个女士，这个叫这个陈思远呢 啊那个龙云的秘书长的女儿叫陈月如啊，在那边啊一见钟情。是李宗仁的秘书长还是啊？对对对对，李宗仁的秘书陈思远，后来也投共了嘛，对不对？对对，后来到北京了嘛，对，是李宗仁的秘书陈思远，女儿叫陈月如，陈月如也留在香港。那个时候很奇怪，老八去北京呢，可能也信不过共产党，不会把子女全都带回去，有几个老婆把一房的带进去，另外一房的就留在香港。陈月如留在香港就考进了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长城电影公司是上海永华的后续，永华的那个李祖荣这个老板呢，带着这个电影公司从上海逃到香港以后，就被香港的港澳工委给接管了，他也没钱了，办不下去了，就改名长城，就起义了，等于跟大公报一样。结果在那个时候，陈月如就考进了长城公司，取名叫林黛。林黛他拍一部电影叫《翠翠》，这个《翠翠》其实就是沈从文的啊那个小说啊那个小说嘛啊那个小说改编的啊。这个后来这个小姑娘呢，耍性子，到底是小家碧玉啊，看见这个主角啊给了这个李丽华，她心里不高兴，已经自杀过一次。后来被这个呢明星这个男明星严俊给救过来，结果到后来他就离开长城了，到了这个邵逸夫的，跟那个时候刚刚开办这个邵氏公司啊他就跟进了这个邵氏了。那个时候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大概也一年不到的书，在那里认识了这个龙神勋啊，你打听你爸爸是谁，我爸爸是谁，共度爱河，回来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回来林黛呢，哎不得了啊，到了邵氏公司演了几出黄梅戏啊，什么江山美人啊，貂蝉啊，还有一个你现在在网上大家都看的叫不了情，是一个现代的文艺爱情悲剧。这不了情呢，这个当然这故事还比较老套，男主角叫关山，就是关之琳的老爸啊，前几年才去世的。关山跟林黛啊演的这个北不了情，那然后林黛在里头唱了一个插曲叫不了情，幕后代唱的是叫顾梅。顾梅是名画家，今年90，很有气质，现在还住在温哥华啊。几个月前我到温哥华，我本来想探访他，当时后来那个武汉肺炎呢 啊没有啊没见到啊。所以这个林黛呢跟龙神勋结婚以后啊，后来就跟邵氏因为这个电影的片酬打官司。邵氏拍电影那个时候很抠门，因为觉得你林黛啊是个基本演员，
但是林黛那个时候拍了几个黄梅戏很红，红了以后就直接的跟邵逸夫谈条件，啊，我以我个人公司的名义跟你签约，那个时候不得了啊！结果那个时候邵逸夫被迫就范，但是在最红的时候就跟龙神君闹脾气，啊，就是这个在1964年在香港跑马地。乐活道他那个大厦还在，晚上吃安眠药自杀死掉了啊！第二天送病了，人山人海，我记得那个时候才我才5岁啊，我住在湾仔一个旧的房子里头，看见那个殡仪馆呢，林彪林黛的那个灵车前面那个仪仗队几十人，哇，吹着个喇叭，穿着个白制服啊，好像这个英国皇太后是一样，一条长龙，两边的影迷啊，人山人海。那个是1964年，林黛就后来撞在湾仔不远的那个啊跑马地天主教坟场。龙神勋后来一直未娶啊，他们林黛自杀的那个儿子才1岁，今天他儿子还在香港。已经是著名的律师啊，龙神勋已经2007年大概80多岁去世了啊，所以他一直在香港啊，比当然比较低调啊，但是也是一代的文人了 啊真是贵族啊。我们香港50-60年代有很多贵族，像龙神勋这种，如果在英国就是上议院的什么什么勋爵啊，按这个辈分，按这个历史出身。按他老爸跟这个孙中山蒋先生这个关系，如果中国有上议院，龙神勋就是上议院的世袭贵族。哎，当然后来就在那个香港啊，也不能说抑郁而终啊，当然一直到2007年，到后他的晚年呢也接受统战啊，也去什么啊，你知道啊，中共那个统战官员，哎呀，这个龙先生也到家乡里看看吧，多走走吧。他都应该去了昆明了，游山玩水啊。到他晚年，可能也对共产党、对这个江泽民、胡温的那个时候的新中国啊，印象还是不错啊。改革开放，共产党变了，哎，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够用老皇帝去看他了啊。今天呢？这个啊，中华民族啊，一起腾飞啊，这个他还是啊，共产党还是能肯定的。当然，人老了，对不对啊？有一点的乡土观念啊。到后来，2007年呢就去世，他现在有个儿子，啥公子还在香港林律师啊，龙人就是龙，还有一个儿子叫龙神文，龙这个龙神。真的打死的那个三儿子，还有据说还有一个儿子现在住在美国，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住在美国，他们在波士顿、波士顿了、你开了一个餐馆叫燕京饭店。燕京饭店啊，是龙神真的儿子。哈佛大学有一个学院叫燕京学生、对，燕京学社和燕京饭店呢，其实没有关系。对，但是呢，我们到燕京学社开会，经常就到燕京饭店去吃饭。但是早些年呢，就把它转让了，就不再是农家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在佛罗里达奥兰多有一次吃饭，因为我们在聊天，哎，那个老板就觉得这批人聊天好像聊的不太一样，哎。就跑过来跟我来聊天，他说他是卢汉的后代。卢汉，卢汉也很牛啊。卢汉那是真正的这个，确实是起义的，对啊，起义投共了嘛，对不对？对。哎呀，所以这个云南这一队的活宝啊，也是见证了一页的中国历史吧，对不对？对。不过卢汉到了后来啊，中共自己记载起来说，罗汉到了1949年以后啊，就是他投共以后、起义以后、他再也不提他起义的事情。为什么呢？不知道啊。
啊，那你可以想当然吧，是后悔的，还是觉得丢脸，还是觉得起义以后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一个美好的待遇？没有啊，对吧？肯定发牢骚的吧。我刚才说一个龙与一个卢汉都是彝族人，嗯，彝族的少数民族是没心没肺的，他们也是对于这个，哎呀，他们没有汉人那个三千年勾心斗角，什么《三国演义》《孙子兵法》那种心鬼心肠啊！我跟你说，少数民族是比较淳朴的呀。你都听过这个毛泽东二万五千里长征呢、啊？啊，是跟谁啊？是不是跟贺龙还是彭德怀、啊、进入的云南跟那个土司啊？对，这个贺。啊，插穴为门，刘白成然后见，哎，刘白成，对，刘白成，插穴为门，喝这个酒吧，马上就八拜之交嘛，是不是啊？啊，当然这个当中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不知道。这些土司怎么这么容易就相信红军呢？啊，他们知不知道这个红军来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啊，在他们眼中，你一个云南什么彝族土司啊？啊，是他们打倒的对象的最终啊，还是傻不拉几的跟他们八拜啊，这个喝这个插穴为门呢 啊然后拜把兄弟。我们看到这些章节就觉得，哎呀，这个云南少数民族啊，哎，实在是好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啊，实在是脑子太单纯了啊。所以呢，用这个人类学去看龙云跟卢汉这两个人，就对老蒋不满，然后双双留在大陆。龙云确实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发了一通牢骚，对苏联不满啊，而且对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不满啊。他说，你们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我不反对，但是步伐搞得太急了啊，这个是不对的，慢慢来。结果这一句话打成右派，嗯，是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啦、啊。那个时候1957年呐、啊，啊，所以在毛泽东的眼中，龙云什么卢汉呢、啊，利用价值已经完了，啊，跟其他很多留在大陆的，啊，像张伯苓、张伯苓这当然就死了啊，很多那些柳亚子啦、啊，啊，什么这些那个。哎呀啊！但是一代的这个民国的啊，这个文武啊啊，这两个阵营的精英呢、啊，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洪流里淘汰。嗯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西南联大，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啊。大陆在八九十年代拍电视剧很发达，就没有人拍过一个西南联大，他这个迁徙这个过程，把这些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把他们艰苦的啊这个迁校这个过程呢、啊，把它记录下来，是不是？我认为在这个上世纪头五十年，有两次很悲壮的大迁徙，第一就是西南联大的迁徙，第二就是1948年故宫文物离开北平，运到这个台北的那个大迁徙。啊，这两次大迁徙啊，啊，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之旅，啊，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剧。但是这两次大迁徙，都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不朽的这种灵魂，尤其是西南联大，因为他是活人，故宫的那个是文物，当然也有很多文物专家花了很多心血。啊，这个在时代大变动的时候，有这么多有心人为中国文化留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血脉啊，尤其是西南联大，啊，这个1600多公里都不知道怎么走的，从长沙到这个云南，我们看地图上好像不是太长，啊，今天老师是说两二万五千里长征如何如何，啊，其实是西南联大那一个旅行。是最悲壮，而且那个八年蒋介石没有干预，共产党的那个渗透啊，也并不是太强烈，当然有个像闻一多那种思想酌情啊，李公朴啊，闻一多后来就为李公朴啊请命，
啊，在那个西南一大热发啊讲课，结果就据说最后一堂课，1946年，啊，后来就解散了吗？解散了就关回到北平天津了 啊开旧校，那个时候就被人一枪打死，啊，当然今天的说法是国民党的特务是不是？对，蒋介石的特务，但是今天有个悬案，台湾有一个小说家叫朱锡麟。他两个女儿，有个朱天心还是个朱天文啊，他比他老爸。朱锡麟写过个短篇，这里头就说闻一多打死的是共产党的卧底，嫁祸给这个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小说家也啊，对，这个朱锡麟呢，小说写得很好啊，去世了大概有30年，哎，这个小说写得真是，哎，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个闻一多讲完这个最后一课以后，他就讲这个李公朴嘛，他就被打死了。被打死了以后，老蒋知道了以后非常的愤怒啊，一定要查，真的是把国民党几个官员给审判判了死刑了啊，判了死刑了，是啊，对啊，是啊。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朱锡麟的说法是小说家言啊，所以我们也看得到当时老蒋一个人啊，他在这个北平也好，在南京也好，他这个担子很重，下面的这些手下揣摩上意啊，把这个事情把他给搞砸了。因为你想想1946年百废待兴，中共呢就在那个林彪部队就在东北啊去接收啊，然后苏联呢就在华北啊去支持这个毛泽东了，再发动内战，他怎么能够兼顾西南这么远呢？这个闻一多这个事情，我不认为老蒋会这么笨。那个时候戴笠死了没有，也是那一年死的啊，会叫军统啊去部署把闻一多给干掉，不会的，逻辑上不通。你想想，哎，逻辑上不通。所以中国的这个问题可怕就可怕在这，有很多人在下面揣摩上意啊，看见蒋中正总统那个时候的思想，他的那个啊，他这个大方向是这样，如果下面的人，哎，我把这个共产党给干掉啊，把这个闻一多认定他就是共匪，把他给一枪干掉，是不是为党国立功呢？啊，结果这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原意，但是啊，这个黑锅都扣在蒋介石头上，直到今天，是不是？对，那个，哎，中国的政治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把老蒋太惨了，哎，惨了！一个闻一多案，一个北大沈从案，女学生据说被美军强奸，对不对？都是知识分子吗？啊，知识分子浴血当场，还是女生呢？被洋人给强奸了，这还了得？啊，所以这种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情绪很容易挑动起来，很可怕。到了今天还是一样，是吧？是。我在一些年在澳门 啊，那么见到了闻一多的侄子 啊，也见到了他的侄孙女啊，他们已经信奉天主教。但是当时候，因为我们见了几次，但是没有来得及谈更多的闻一多的事情。不过呢，已经知道他们已经心向西方民主社会啊，支持中国自由化啊，很有意思。他们还在吗？他们子女还在吗？他的侄孙和侄孙女都在，但是在美国吗？啊，在澳门。哦，啊，闻一多写的是老弟弟去世了。哦，去世了啊。啊，闻一多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美术的，啊，由于是这样的话，他在美国的日子并不愉快，他觉得格格不入，可能他的英文那个时候也不是太好，结果看到那个时候美国唐人街那个时候那个华人开洗衣店，啊，如果他就看觉得这个华人在国外受尽种族歧视，啊。他后来就回来了，写了，他当时就写了一首新诗叫《洗衣歌》，是不是？啊，但是后来又写了，这他是格律派，格律体啊，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
这里绝不是美的所在，倒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能造出个什么世界。哇，这几句很不朽啊啊，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这里绝不是美的所在，倒不如留给丑恶来开垦，看他能造出个什么世界。你说这是闻一多的名句死水，是不是荡气回肠啊？到了今天我们看还有必有一番感受在心头，一点都没有过时，是不是？这是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就出了这个闻一多，已经在历史上啊向中华民族有所交代了，是不是？是啊，当然这个思想还是，哎有啊，有这首诗啊，就留下了闻一多的他的地位，因为他的诗具有时空事实说出来，对，你把事实说出来就足够了，是吧？好啊，好啊，今天感谢陶杰先生，我们下个星期见。啊，我就是乱砍的，谢谢谢谢啊，请多指正啊。谢谢，哎，说这个这挂一漏万，请多指正啊！谢谢，谢谢，再见，谢谢，再见，再见，好好好好。